就出的他那边三贝诺。哇，三贝诺，对。我们就跟您学几句，比如说我们到蒙古族见到蒙古族的朋友，我们要跟他们打招呼，说你好。我们呢有尊称。哦，有敬语。对，您就叫他。他。他三百奴。他三百奴。但是你不能说七三百奴，这个七呢就是你。哦，七就不尊。那么平辈呢，就咱们也别七了，也是他。他三百奴。所以每个人都三百三百。三百奴。如果说咱们熟了，就三百奴。三百奴。就是我好，他三百奴，就是反再问了，我好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这个挺有意思啊，就是你就是他啊，他就是你。这个我爱你怎么说呢？你小伙子都愿意学这一句，对啊。比前面孩子呢？什么？比前面孩子不辣啊？什么叫比前面孩子不辣呀？您再教一遍。比前面孩子呢？还有一个比前面还辣。你看，比前面还辣。这是到了我们湖南吃饭了。比湖南还辣的地方是哪里？湖南还辣，那就只有贵州、四川、四川了啊。贵州。贵州。接下来给太皇太后啊，高娃老师上座，上个椅子。高娃老师站久了不大舒服。小疯子上吧，小疯子，你动作快一点行吗？小疯子。稍等，老师给您拿个垫子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别别。来来来来来，太客气了。老师需要配足疗吗？这都有。这应该是我问啊，老师要足疗吗？您要几号技师？